来人查案时猛然发现，眼前这个不起眼的瘸子好像就是自己苦苦寻找的凶手。为了验证内心的猜想，铁林便夺过他嘴里的香烟，果然牌子和案发现场留下的一样。接着铁林又掀开他的衣袖，当看见手臂上有明显淤青时，铁林当即断定此人就是凶手，随即便一把将其控制起来。周围的小弟想要上前救人，但却被铁林大声呵斥住。然而就在这时，赌场的电话却突然响了起来，并且点名要铁林上前接听。铁林见状便疑惑地拿过电话，没想到对方竟是自己的顶头上司。小混混找帮手居然把电话打到总顶房去了。此时的廖总也骑虎难下，因为一旦老八全盘招布，那自己的丑事也将会无处遁形。但电话那头的铁林却非常硬气，我18个小时不到人都已经抓到了，是老八干的。廖总只能无奈地挂断电话，而唯一的办法也只能杀掉老八灭口。与此同时，铁林正想将老八带回巡捕房，不料却被一群小混混挡住去路。老八昨天在麦阳饭店杀了一个日本，我现在是一分混，谁要是敢挡在我前面，妨碍我执行公务，我打死他的不偿命。铁林说完就要带走老八，可没想到不要命的小弟却还是一窝蜂地冲了上来。可他们哪里是铁林的对手，几棍下去就被打得分不清东南西北。没死吧？这个不怪我，还有谁啊？周围的小弟纷纷不敢乱动，而身后的老八则想趁机反攻，不料下一秒就这样，铁林便扛着老八走出了赌场。可来到巡捕房的他却死活不松口，甚至还搬出了铁林的上司廖总。然而铁林根本不管这么多，在他眼里只认法律不认交情，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也不行。然而就在这时，收到消息的宪兵队和工董局也匆匆赶到了巡捕房，小鬼子更是要开枪毙掉老八，好在被一旁的铁林及时追赶，并且顺势将鬼子摔倒在地。这回你亲耳听到了吧？日本人在法租界里开枪了。鬼子气愤的要找铁林报仇，但却被工董局用枪顶住了脑袋，无奈的鬼子只能选择吃哑了亏。随后铁林便表示凶手已经抓到，很快就会给出满意的交代，但没想到鬼子却不肯罢休，非要将凶手带去宪兵队，将幕后主使审问出来。你以为法租界巡捕房是吃干饭的？我们抓的人我们自己会审。而这时的廖总也赶了过来，他知道老八一开口自己也难逃其咎，于是便反对鬼子的引渡行为。听到声音的老八急忙跑了出来，他以为廖总会帮自己摆平，不料他这次惹的人谁也无法插手。把他关起来。是。表面上的廖总铁面无私，但实际内心却慌得一批，于是便要求把老八带到总捕房，晚上再想办法把他杀人灭口。可不料这时的铁林却表示拒绝。又来这套是吧？我抓的人我还没审过呢。我看这个案子还是用铁林来负责。在工董局的说辞下，无奈的廖总只能灰溜溜地离开。与此同时，幕后主使之一的七爷也在小弟的口中得知了这件事。如果七天内查不出幕后主使，鬼子就要将老八带去宪兵队审问。八哥要是扛不住了的话，但又真的查到您身上了。为了让自己不受牵连，七爷当即就准备除掉老八，但如何在巡捕房下手却让他头疼。直到这天，金哥在七爷的赌场闹事被抓，作为交换条件必须要帮自己一个忙，并且事成之后还有一大笔钱财。